用实惠选金一陶瓷砖，装修有品位就选金一陶，质感系瓷砖，金一陶瓷砖。新周年，每一个值得庆贺的时刻，都要有五粮液股份公司喜庆周年奢教育，与大家团聚欢乐，品饮有新珠的酒，五粮液股份公司出品。温暖花开，乡村扶贫扶志资助仪式，本月即将带薪举行，即将带薪举行，将全国100位乡村优秀带头人，100位乡村好医生，100位乡村科技好校长，100位乡村科技好教师，激励广大乡村扶贫奋斗者，助力乡村脱贫攻坚。1405年，郑和下西洋带回燕窝作为滋补珍品，备受推崇。好多朋友都爱吃燕窝，但自己种植实在是麻烦，掌握不好时间火候，不仅口感不好，营养也流失了。哎呀，决定变成了百家的，开碗就能吃出的款样，开碗就能吃不仅吃起来方便，口感就好。于是呢，你们全家一起每天空腹吃一碗，保持好吃感。燕窝，专注燕窝20年，创新推出晚宴，开碗就能吃的好燕窝。燕窝原料100%经过进口检验，纯手工挑熬，单碗独立炖煮，不含任何添加剂，更营养，更安全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志玲，吃燕窝，我只选燕窝晚宴。好，享受燕窝，从燕窝晚宴开始。晚宴专线400882-6669，400882-6669。北京时间16:30。香港新闻晚高峰，新闻事中新闻人，晚高峰前两小时。各位好，我是朱坚。各位好，我是王贤。接下来两个小时，晚高峰为您关注以下新闻面孔：全国人大代表、西安市公安局特区民警郝世明登上央广演讲台，共话平安中国建设。中国之声，我的中国建设。中国之声，我的两会，对话全国人大代表毛宁东、周斌。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，长江沿岸11省代表委员共话修复长江生态环境保护。今天播出，推